正评估起来哈，有可能讲啊，地下第二层哈，完全弄成甜品哈，啊，留下一楼的空间来做我们机车的一个停车位了哈。所以我伫遮呢，啊，甲咱的这个啊，经济哈，咱的啊，里长啦、代表啦哈、店长、甲咱的议员哈、甲咱副总顾问啦哈，啊，向大家报告了哈。我嘛真希望解决哈，咱地方啊，乘客已久的哈，这些啊，很多的这些障碍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大概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但是这个整体规划必须要有台铁哈啊来支持的哈，但是如果台铁哈啊没有办法哈达成我们地方的需求的话，那我们一定会针对我们现在原有的这个停车位哈的啊地下停车位的一个空间来进行所有的改善跟重建哈。那未来我们这个增加哈我们的啊地下停车的空间，那也会让整个市容更加的整齐的哈。第二回改馆长建议了后，真感谢馆长会当来重视安排今日来会勘，啊嘛感谢咱所有代表、里长，大家为着地方时间拨出来，吼来甲馆长拜托，吼啊，咱希望讲馆长会当伫上短时间内底，伫个任内紧张到咱车头，吼，尤其咱是说学生、上班族的通车停车问题也能解决。第二楼的停车场吼，那我们现在目前规划好的吼，那我们拆除要2000多万，那整个建筑费大概只有一层的话是5000多万。那旁边这一块台铁管理的这个广场的这块地的话，我们马上会来跟他们协商吼，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们把它并进来吼，整个一起开发吼。那这个增加的经费，因为我们可以用挖土平衡的方式吼，经费也会略略减少一些了哈，所以这个我们来努力来达成这个目标。